马勒库。你才没逼，你在那乱说，狗贼。鲈鱼真的很顶，是真的好吃。马库，马库，没有，下次有攻击好的，我们就直接把它留下。我都跟你说了，那个很难刷的，对。你这个渔夫。加上，哎，郑汪伦是怎么？郑汪伦是哪几句？郑汪伦不是讲鲈鱼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人在魔改，我就想起了郑汪伦。差两点，不要。桃花潭水深千尺。不及鲈鱼，真好吃。那首诗写的很好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重楼玉宇。那不是诗，渔夫。今夕是何年？那个是唱的，不是不用念的，是唱的。接近完，这个他妈接近完，酷酷，就写的很好，真的写的很好。我之前看一个电视剧，那个主角叫范闲，那个叫那个什么电视剧？嗯。《庆余年》，对，那个人贼老六，他穿越回去，然后跟别人之间作诗，把《唐诗三百首》在那里念，太他妈赖了，真的，每一首都是绝唱，每一首都无解。太真的太赖了。不是穿越，确实设定上不是穿越，但其实说实话，它就是个穿越嘛，它只是设定上强行设定成不是穿越。对对，不是穿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穿越，他们好像是什么那个啥，就是他们人类灭绝了，对对对，它是循环的。循环，对，循环。真的太烂了，他妈叫什么呀？是啊，叶青梅啊。对，你要看过吗？我肯定看过呀。剧看过吗？对啊，看剧的呀。说实话，那个小说我不太行，那个小说感觉网文那种气息有点太浓重了，电视剧拍的比较好。你在参你妈的！哎，我是说他妈怎么有个对修仙者伤害极深？对一下，不用呀，退什么呢？先拿下了呀。哎，可以。哎。
哎，这个红的感觉就完了，哎，完了。感觉那个他那个剧情有点套娃太套娃什么刷、啊，有点套娃太严重了。就是哎，我猜到你要你，然后你猜到我猜到你猜到我又猜到你猜到我猜到你，哎，真的你妈就套娃。那个看过没有？嗯，就是那个有两部，第一部挺好看的，第二部就完了。那个第一部的男主角是那个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演的，有个什么老子，哦，夫子谁？不是你连名字都记不起来，你搁这问？郑少秋演的夫子，那一部也还可以。江夜，对，那个也挺好看的。江夜评价好像挺高的。第一部好看，哇，陈凯歌的儿子感觉真的还可以，演的他妈挺好的，就挺有那味儿的，真的挺有那味儿的。第二部的男主角就感觉完了。哎，我真拉了裤了，我来过，我来弄之后，这两条就没有红过，说实话。嗯。拉了裤了，是我拉了裤了。陈凯歌的儿子真的演技还挺牛逼的。第二季好像杨超越是吧？直接终极出戏。不好意思，道歉，准备道歉。为什么？他真就他不红。哦，5.77，差不多，差0.3秒，差0.23秒。但是第一条差10点攻击怎么说？我们就只刷两条嘛，我们锁一条，然后再刷另一条。那为什么要保存呢？只刷这两条。继续。你真是个渔夫。刘某人，我愿称之为天下渔夫之首。天下之鱼共一担，刘某独占8斗。杨超越超话来的 PDD 是谁？我没有说杨超越不好呀，就是他跟这部戏的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那个啥，就看到他就想起他之前的那个光环他要演的，知道吧？我超喜欢超越的，超越超级棒的。杨超越霸凌的那些人，天天在那儿发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什么？就杨超越霸的人，就是不让，就是什么？不发杨超越。然后呢？就各种很多。很多很杂的很奇怪的东西都在发，但是就是不发杨超越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懂。这条红了就没事了。哇，里面天文地理
上到天文地理，下到什么钓鱼，穿袜子、鞋子，什么都有。甚至你还可以讨论杨超越。嗯。甚至你还可以讨论杨超越。没有，里面你在里面讨论杨超越，那些人会说，就是你们杨超越没有自己的爸妈。哇，好难呀！怎么感觉这么难说啊？只要是一条攻击68，我们就那个了吧，就锁了吧。只要是单条的，我们就锁了。我决定了。哦，你现在妥协了啊、哦？妥协了。刚才还棱角分明，这么快就被生活磨平。好、嗯。还有机会。这轮应该是历史最差了吧？啊，下一轮一定很好，因为这一轮这么差了，下一轮一定很好，你信不信？这一轮，所以我们这一轮一定很好，一定很好，好吧？我用高天，我用刘某，我用高天生育功能坍塌来保这一把很好。你说。我用天下剩余的两弹做担保。很他妈恐怖。天下之一。这一下都没有好起来。只有一个原因。就是高天的剩余功能早已失去。就原本就没有了。太恶毒了，你太恶毒了，恶毒。哎呀，每次他红来干嘛呀？啊，很恶心。好歹这个还能红一红。对，这个攻击是真不红呀。你看，你不听高天之言。嗯，如今怎么样？我操！我之前是怎么做到的？把那两条全部刷红的呀？就是我们无敌那个党的心法，我想不出来。红，白，哇，很他妈恶心。来哭。拉了酷了，我想用高科技的，怎么说？启动吗？拉了酷了，你启动又有什么用呢？它可以刷的速度更快一点。嗯，启动吗？还是不好。没什么用，反正你这退了也挺快的。不会吧？不会这也红了吧？66，差两点。不会这也红了吧？差两点忍吗？说实话，这两条没有任何意义。确实没有任何意义。没有任何意义。确实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它可能好看一点。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你们知道我的名字，曾经有人叫我肥怪蛇，那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第二个名字。还有人叫我贪吃蛇。拼拼，最后一个直接不看。超级速度已启动。说实话，那天这个东西出问题，下不了。你看，你又不是老科技。啊、哇，太懂了呀！哎，你好像不是很懂，你好像看着 ，look just look， 你好像不是很懂 ，just look。你到底懂不懂？你别不懂装懂，你。
根本就是不懂。嗯，算了，老实一点。启动失败了。超级速度启动失败，很他妈恶心，还被高天疯狂起脸，太搞了，确实太搞了。出，哎，很他妈我。丁是个勾勾，我觉得接近完美就可以了。你加那个零点三秒，零点三秒，主要是那个攻击没红吧？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，要把这两条同时刷红，不用同时刷红，难于双晴天。每次红一条，红两个。红，为什么要刷的条数最少，结果他刷的最久？对啊，不科学，真的不科学。是的，第一完美六秒之放掉之完美六十八之放掉之来一条就行。我操，这个开局感觉已经晚了。这个红了，我把自己的鸡冠吃掉。就两条，我说的是。61点是肯定不要的。不是，我说两条，一条红他妈不是很正常吗？这有什么存在骗的？我自己的鸡棍，我骗什么骗？我想吃就吃，这还有什么好骗的？想吃就吃。丁丁，66，红，只能66，只能六十六，没见过68，只有66。但是我他妈68没存，我去拿个66，我自己肯定接受不了呀，对不对？等会儿68的命我看。啊！等会儿66都没有。我今天不再刷个68出来，我他妈我流魔就是猝死在这里，我他妈都不下播，我话他妈就放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挺 OK 的，那我先去睡一下。他不可能不出的，他不可能不出的呀，肯定是会出的，就只是说运气问题，他运气一波对了就对了。这个红了基本上就没戏了，这就不可能红了，他规律就是这样的，前面这个红了就哇疯狂电刀白最差。对，我先锁一个再刷，但是我得把第一个给弄出来。那是想锁一个好的。想锁一个好的。不愿意将就。不愿意将就，我们不是将就的人。啊，这个一红感觉就没戏了，想直接关。不会这一下他来个66 68 61。我操！但是他妈别的红的太多了呀，讲道理，有什么用呢？对，他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？功法抗性一点用都没有，没用，没有，没有，没用，没有，功法抗性一点用都没有，功法抗性全部是灰色的，我们都要，因为我们风系身法是无敌，知道吧？就抗性就没用，防御属性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没用。就它看上去好看，但实际上不实用，感觉又无了，
感觉又五了。五，拼五。本来想要自行车，现在有个轮胎就可以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么难刷呀？哎，刚刚我们刷出来，为什么现在就刷不出来了呀？是程序出问题了吗？又红了，哎呀！有种这个给老子红！你妹的，真他妈是无胆鼠辈！给游戏开加速失败了呀，超级速度部署失败，那个东西出了点问题。开科技可以完美，那他妈的开科技就不说了呀。开科技你直接，你不如直接改攻击力，你直接攻击力直接他妈拉爆，悟道期的人都是一刀秒杀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对。风铃月影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外挂。什么外挂？有一个人 ID 叫风铃月影，他在论坛发做外挂发出来。不是外挂，就是修改器，就是这个游戏的吗？单机游戏的修改器。对，这种刷出好的才有成就感。怎么说？应该有些观众没看到我们前几本功法，想不想给你们品一下？5.3 不太行，你他妈不太行，老子他妈11都没要，你他妈的孽障，你在那干扰我。保存了行。渔夫，经典怪队友，这一条刷出多少可以要？哪一条？就最后这条。现在就可以要了呀。最高6米。对啊，可以要了呀。那你可以就可以不用刷了吗？要刷呀，把别的刷好看一点。啊？对啊。啊？这样的吗？对。已经开关了。刷的稍微好看一点嘛，怎么说是就这个就将就了，还是可以刷的好看点？这个其实实用性已经很高了，感觉可以不用刷了。怎么说？刷是吧？那可以，那就看前面就行了，后面的都不用看了。谈兵牛逼，红，可以了，红糊了。红糊了，已经糊了，糊烂了。回溯之，回溯之，回溯之，回溯之。不是你回那个干嘛？你回下面的那个，哪个？倒数第三。攻击差点不回，你这个渔夫都可以回啊。还好高天提醒你，高天立大功。可以了，这个挺好看的了，这个已经很好看了。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好看，一个小绿和一个小蓝。哎，将就了，将就了，这两个可以就行了。浪费心情，搞一个吃点把玩。不用，71够的。不是你这一点，你为什么要省？你到时候学完这个，直接就心率交瘁。不会，继续学。
这个你看，先看看好不好，先看看 O 不 OK， 能不能用。渐暖持续时间，不加，哎，不对，这是自己。这个其实好用。渐暖。这个每几秒钟为自己叠加一层剑斩，常常这一个敌人的时候，我现在是流血，还可以他妈叠剑斩，免费叠，感觉还不错。说实话，那说实话，剑斩有持续时间的，他这个剑斩还没叠起来，持续时间就结束了。不会啊，他他妈逼零点前五秒，他会刷，你可以刷。但是剑斩总共就才几秒钟，只有几秒钟。不会，不是呀，当然，你妈剑斩最少持续时间是七秒钟。对啊，七秒钟，如果我算它红色的，两秒一刷。对啊，然后呢？总共三层。五层。不是，你只有三层啊，你没有技能叠剑斩，你现在。他妈，他直接给你。他给了，但是这一层会消呀。为什么会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剑斩呀，他不是。他，哎呀。你剑斩本身就会消呀。他给你一层。我剑斩为什么会消呢？因为剑斩本身就是七秒就消了。对啊，但是他他妈在七秒以内呢，他每零点九五秒可以刷成他妈不是每零点九五秒呀，他在七秒以内不就可以无限叠了吗？但是他肯定刷不到啊，他是9.5秒，不是0.95秒。大哥，你刷成红的，我算他两秒一次。好，你刷成红的两秒叠一次是吧？嗯，两秒叠一次，持续七秒，是不是无限叠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两秒一次，首先啊，首先什么？我叠这一层啊，然后两秒再叠一层，两层啊，然后我不对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先要过两秒，然后再对对对，一层两秒一层，想清楚了吗？两秒一层，想清楚了吗？三层了，对，三层，想清楚了吗？四秒，再加两秒，不是你听我说，六秒，流血第一层，你打了之后叠上去。你再去叠，它哪怕只剩三秒，它又会刷新成七秒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不会。你再想想。不会，不会，真不会，真不会。来，我们等会儿去测试一下，好吧？因为你忘着，你那个斩会掉的，就是你会三层直接掉成两层，掉成一层。那个是他妈另外的，那个是怪物的低 buff， 我这个是他妈自己身上的 buff、啊。你他妈是土贼吗？我们直接问一下弹幕就知道了，是怎么掉的。叫你妈臭逼，他他妈刷成两秒叠一层，他妈七秒钟才消失，他不是可以他妈叠满吗？第一层会到时间，第一层时间会到。土猪，不是我看他们说的，你有渔夫，你说哦，你的意思，弹幕兄弟是土猪，哇哦，原来如此。高天企图，高天企图拉你们为一派，高天的意思是你们跟他是一派的，你们跟他一样都是垃圾。高天说你们跟他是一类人，怎么说？他们说高天说你们等于他，说能叠的确实要多一点，低于七秒无限。原来如此。真可以吗？红色五秒一次，最多五秒。嗯，看一下吧。这个没用，这个是零零开始吧，装备。这是什么境界的？原因境，遗忘这个。说实话，刚才说第一层会掉的那个土猪。高天的牛子，如果有他的嘴一半硬的话，他也不至于不孕不育。那这个牛逼吗？我看到弹幕最贱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有句话叫两小而变日吗？这就是这个弹幕太贱了。那流血会掉吗？不会啊，流血也不会掉，这等于是白送了。我不知道流血会不会掉，但是他免费给剑斩，感觉还挺香的。反正我们没有嘛，就他妈用着嘛。嗯，可以。那到时候是普攻和技能是走流血的还是弄剑斩？剑斩呀，肯定剑斩厉害呀。那剑斩是百分比增加伤害呀。那绝技是要那个多道射的，还是要什么？绝技肯定是万神剑呀。不是绝技哦，肯定是多道射的呀。
多到说的香啊。哦，干嘛呢？就十二遍了，哇，吓死我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没刷过去啊？我刷过去，直接给你刷过去，刷过去直接炸裂，直接给你扔过去，哇，吓死我了。哇，还好没有保存，我他妈是说我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对啊，风起身法，那个时候的风起身法放进去，中了。天下只有一共一弹，刘谋独占八斗，高天占了一斗半，还有半斗半不占了。先保存一下。先把这些东西删了。掌法。三万。风速三万。两万。两万五。两万。妈的，我们上架这么多本新法，全部流拍。不给我们这一次他妈不给我们搞个。不给我们搞个多少。呀，这么多期啊，怎么这么多。对。他们说留学好，剑斩不能越级，剑斩百分比增伤呀。那为什么不能越级？留两个吧，留两个。流血无视防御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吧。剑斩越一层。流血，每层可使携带者受到每秒一点。杠秒的剑法伤害，最多可叠加四层。但他们说这个无视防御，有什么用的？确实，好像也没什么用。流血的伤害是刷了加二，刷满算他加二十，刷满算他加二十，算他叠十层，两百点一秒，有什么用的？这刮到什么时候去了？这刮到啥时候去了？有什么用呢？那问题剑斩如果越阶不能打的话，好像也没用。越级只要能破防就行了呀，你破不了防，你靠流血能把他刮死吗？好，流血就算，这样吧，我算五十点一秒，叠他妈十层，五百点，五百点一秒，你要刮他妈多久？绝逼剑斩，绝影剑爆流血也他妈可以爆剑斩。绝影剑可以爆流血，也可以爆剑斩。怎么说？剑斩爆剑斩有没有？就是爆剑斩之后减身法 CD 的，流血是有的。我记得流血是有。那肯定是有，一定是有，一定是有。哎，我肚子有点痛，拉屎去。剑斩一层增伤最高能增到5%一层，很高的呀。先保存一下。然后先弄个档出来，我要看一下今年我们可以搞多少钱。今年我们先测试一下，我们拍卖会可以搞多少钱出来这么多新法。
感觉没啥用，这本不是很好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本是他妈我自己的，我吐了，还他妈拿下，还他妈糊了。先看一下拍卖会，我们能搞多少钱？这谁的？别人的。先看一下我们这次能搞多少钱。哦，35万。What the？14万，这个很顶。辽钢狂风术。发财。发财！刚才那个30万有一本是自己的吗？对。哇、哦！发财！发财！剑法的吗？有人要吗？发了！别急，再来一次。我要看那个辽钢狂风术，我要测试它的价格。就这个35。有一个辽钢，我要测辽钢的价格。涨十多万，是这个吧？对，空命盾。对。呀，这个空命盾，那个别给了，那个谁？辽钢，这个也挺值钱的，这个也是偷的那个币，这个我要测试。我要测试这个的价格。66000。继续抬，看他会加到多少。范某人偷的东西是真给力啊，范某人。哈哈哈哈。我看他愿意加到多少钱。你看他有多少钱就可以了。刚刚这本60000多，我现在测试下来完全不一样。不要了吗？他估计就这么多钱。20万。贪心不足蛇吞象。辽钢牛批。直接239000。辽钢牛批，我只能称之为牛批。谈燕婉是吧？等会儿你送他直接一个天道之气，看他身上有多少，给他掏空。这就是谈燕婉是吧？谈这个币对吧？嗯，大涨了。多少钱？看他有35万。35。但他只愿意出20万。确实。再测试一遍。你说这有什么好测的？再测试一遍。到时候真的干活的时候呢，你也是。啊，算了，到时候干活也可以那个。对。来吧，你去刷吧。懒皮。哼。懒鬼。哼。啊，我的蛋呢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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